你最想变成什么动物？我还是当一个人。我是想当一个人。你会弹什么乐器啊？我会弹键盘。弹键盘。键盘。至少这类文艺青年，还有像是你这样的一个烈性女生，和官方小众这样的比较就是闹腾的，那您会选哪个？我选我妈，光辉伟大。我选我妈，光辉伟大。女生节跟女生节送一些什么礼物？送什么？我送你离开，送你离开。